人为女士是红十字会代表特专程为我们这一次赈灾捐款而来，谢谢主。首先要感谢我们温州妇联会的会长，这几位会长，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好头，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我们要向温州妇联会、温州妇联会会员学习致敬。我的讲话好了。铿锵有力啊，不嫌短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谢谢。